陪诊者超悲观，竟逼医师说出这一种话。两个女性就走进来，她说她右边乳房有一颗肿瘤，摸到摸起来的感觉应该是良性的，但是我会帮你查这个乳房超音波检查一下。然后朋友就说她还是有可能是恶性的哦，我要先帮她准备啊，因为如果是恶性的话，她的工作要怎么安排？就跟那个医生讲说，你只要做两件事情就好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三个月之后你要记得回来让我再看一次。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再带现在这个人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